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台上有两个鞭炮，所以大家要唱得更大声，好不好？
像他一样，他总不改变，虽然想。
为我们预备的，无论是在高山或是在低谷，只要你愿意抬起头，他一直都在那里。上帝他就是那位赐恩典的主，他是赐平安的主，他是为我们预备的主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Thank you.
父神，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，我愿意俯伏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那位奇妙的主。在过去的一周里，你让我们平安的度过，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。你真的像那原上的太阳，或许我们生活中有挑战有困难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。求主你让我们学习用一颗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，求主你的旨意就行在我们当中，求主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的圈子中做主你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能够在有忧伤之处我们能够播下安慰，在绝望中我们能有喜乐，当生活有挑战的时候，不论是身体上的或是心理或灵里软弱的，主啊，我们要靠主你得胜。愿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儿女，能够成为见证你的儿女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